参加健行活动的成员一透早趁着日头也无遐尼大，为救光生态集成区来出发，经过树那到达贝克里救救风。行较晚。虽然路程有一挂挑战性，不过行伫安尼真远水大自然当中，欣赏着真水景色，辛苦拢有代价。有高有低，也蛮有变化的，所以很适合啦。所以大家都愿意来这边践行，应该非常好。这边由地方的文人士组成的健行队伍，也邀集真侪民众到阵来参与。那是单纯作为运动，促进身体健康。更希望伫大家实际来行过九九峰了后，会使了解伊的美妙，作为大家创作的来源。然后伫年底展览当中，分享每一个人的成果，搁来编成画册。尤其是有时候雨要来的时阵，有迄个云烟飘渺吼，迄个安尼真蒙蒙的迄个。迄、那个山看起嘛，真水安尼吼。伊会使讲，无论近近看，还是远远来看，拢总真水。其中目的，我们就是要结合这个艺术、自然景观，然后让它产生经济效益，啊，变成对观光有正面的效果。都会甲陈明南讲，虽然九九峰艺术村的成立二十多年来无啥物进度，不过因希望来贡献家己一份力量，所以几啊年前过来举办安尼健行活动，拢总规划九条的路线，为无同角度来欣赏九九峰，因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到店来参与。记者林明信采访报道。